邱泽，他上个礼拜才在亚洲 AFR 方程式系列赛勇夺两个奖杯，而今天参加屏东大鹏湾举办的超跑赛，一开始呢很顺利的进入复赛的资格，不过呢就他就是在想要趁空档多加练习的时候，这个车子是失控打滑，撞上了护栏，还好没有受伤。